各位孩子们早安 ，Daddy 我是老爸，嘿，亲爱的，今天是彼得爸一家，苏珊妈 ，Cody， 我又忘记我新店餐饮，可是我忘记这叫什么名字，完了，它叫热带，热带什么？热带水果什么？我刚刚水果鸟，水果鸟哦，真的，热带水果鸟公仔。对，我们今天打算转这个全系列，总共五支，有樱桃、哈密瓜、奇异果，我最讨厌奇异果了。香蕉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橘子，不知道。这是橘子吗？这有点像柠檬哎、欸。柠檬，橘子，感觉橘子的柠檬。它有这两个尖尖的角，感觉是柠檬。我们今天游戏规则就从最年轻的开始。我们从 Cody 开始。请 Cody。今天。好，假装是。好，假装拿 Cody， 这个是 Cody 咯。快打开吗？让我看。哇，第一个是奇异果。我常常放手机，然后就忘记在哪。真的吗？橘色的，感觉像这一家好像不是什么壳，就是什么颜色的公仔。好，第二个。樱桃，哦，哈密瓜。哈密瓜，哈密瓜，耶！所以现在，哈密瓜好可爱啊。哈密瓜超 Q 的，它好像企鹅。我们最后回去再开箱。对，然后现在我们有哈密瓜跟奇异果，换谁？最讨厌我，耶，换我。我应该是樱桃。樱桃。好紧张哦，因为他的手看不出来是什么颜色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重复吗？重复吗？剪掉可以吗？不，没有作假，是不是？才第三个。哈密瓜，好可爱。发现自己的爸蛮衰的，都重复，是因为我第三个好不好？没有，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年纪卡在一个不上不下，所以卡在一个一直会重复的一个年纪。这跟那没有关系，这跟那没关系吧？我觉得这跟那没关系。好了，哈密瓜哥哥，我爱你。黄色的，黄色，可恶，单挑，完蛋了。现在我们有两个哈密瓜了，拜托不要再给我哈密瓜。不要，这个是奇异果的感觉。两个奇异果我也不要。麻烦来点会的，快点！拜托！绿绿的，到底是什么？啊，奇异果！妈，奇异果！我们现在有两个奇异果，两个哈密瓜。我开始怀疑你们两个是，你们是扭蛋店派的间谍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希望我们多转几次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来找我们来？还是 Cody 好 ，Cody 没有转到一样的。一个怎么样同步会同步？我觉得两个人，两个哈密瓜很孤单。我觉得这样不行，我觉得我也真的要直接把不一样的转出来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。我们影片不是才刚开始？好，快点！香蕉，香蕉，啊，绿色哎，香蕉，不一样，绝对不一样啊！香蕉，那里面只有三种颜色啊，香蕉，樱桃，香蕉。凤梨，不是香蕉哦，香蕉没有凤，香蕉看说香蕉的感觉。你最喜欢香蕉，我知道啊，可是它爱大香蕉，可是它比较小哎，它有点软。香蕉硬的啦，硬的。我讲话，硬的。换我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最会转扭蛋，最会转扭蛋就是我。对，真的啦，你要相信。樱桃。什么都没有，卡蛋。好。你每次这样丢，每次这样没了，都让人很。你不要相信我。重不重吗？我跟你讲，我跟彼得。我要问你重吗？如果重要哈密瓜。很轻。我跟。这样有三个奇异果哎！我不要问。我真的我对奇异果过敏，你知道吗？你有三个奇异果。对。你知道我最多奇异果。我们现在只剩最后一个，就是像柳丁的柠檬，还是像柠檬的柳丁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到底什么动物。人家自己转就好了啦，不要浪费钱。那我们就换 Cody 啦， Cody 换你了。Cody 摸摸就好。Cody 摸摸。好，等下给你开好了，等下给你开。好，爸爸帮忙。爸爸，你不要转啊，你都重复了。你被嫌弃耶，被嫌弃。可以帮我加个特效。到你家了，不用客气。哈密瓜之类的吧。我帮你下，我帮你转马赛克，因为不会下马赛克。
哦，要开了，要开了，快点！你们先来，宝贝。哎，我来了！哇，你看你碎石。你的蛋，你看我叫你手不要碰，你都是谁邀请我来的？没有，这是抽底啊！这种你喜欢吃哈密瓜，我喜欢吃哈密瓜。换，接着是换悠悠。压力给我很大，太大，压力很大。哪有什么压力的？那两个是同一个。那可以接吗？哈密瓜都没有猜，都没有猜，都没猜，应该没猜。还有这个小的，那牛筋的牛筋。哎，黄色有机会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哦。那个像柠檬的，有机会是奇异果。那你转开直接柠檬，柠檬。奇异果了，有机会是奇异果，有机会是奇异果。彼得爸真的够了。奇异果了，奇异果，果没有三颗奇异果了，换彼得爸了。加油啊，彼得爸！这段直接跳到最后，然后重复这样。再转之前，好好讲。我首先要先感谢老爸，知道在我们两夫妻这么衰的情况下，还愿意邀请我们来，我觉得他真的是勇气可嘉。对，勇气可嘉。今年的最佳勇气奖就发给老爸。加油加油！你今年就是从了这颗转蛋之后就开始幸运。加油！我要求验牌。哎，好紧张！我觉得你要有点痛心。有。一定可以的，我已经重复到不紧张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奇异果，我们现在又是奇异果，我们现在已经有四颗还五颗奇异果，我已经不知道几颗奇异果。我们也两颗，对，我们也两颗，我们分享。换苏珊了，好，我来终结这个尴尬的状况。我们全家的希望就交在你身上了。先让我想一下。对，真的，我觉得我们真的没办法再等下去。我希望他能跟我头发颜色一样。你看我儿子还这么小，又这么会吃，又这么会花。所以你还是要赶快转，真的。你不要这样，我的比你还小。哦，对，而且肚子还一个。好，我要转咯。橘色，橘色，橘色，拜托。绿色。要不然我们转完了，屏前也要空了。去。好香蕉，真的60块，人生希望就加在你身上。哎，那个我们要转柠檬，补充维他命 C。对，每天都有好精神，我们已经不需要那个加水，都不需要，什么都不需要。奇异果维他命 C 也很多啊。No， 不用，很多哎，都不用太多 ，so much。下一个是橘色，柠檬。加油！黄色，好，有机会，看不到，而且很轻，很轻，我担心。哇，这是樱桃，这是我们转的第12次，完蛋了，人生就从这个12就会开始做转变，真的，从12开始，对，从12开始，一定不会是柠檬，真的，也不是什么柳丁，我绝对不会转到，转一颗咖啡色，人家会说物极必反吗？知道哎，我如果其实我觉得这颗应该就是，我觉得不会再下去了。真的吗？提供杯应该不会这样对我们吧？什么？香蕉。哦，柯迪加油！我们最后的希望就在你身上。第13个，李彤，我不要转。你要被误会。好，没关系，你转。难过了，好，加油！这是柯迪的。往回拿这个。卡蛋。往回拿这个。我转了，我转了，你陷害我，你故意的对不对？放进去。要看重吗？很轻，是，是。我转了。第13颗哦，999。哇！今天总共5种，然后我们转了13颗，我们回去再开箱给各位看。那等一下彼得爸也会挑战一系列的。贡献了2颗哎，记得去彼得爸平台看，你要转什么不知道，转那个最贵的啦，500，要500块一颗，500块一颗了。我跟你讲，刚刚中间过程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最后一颗，谁可以收集到最后一颗最厉害。对，好，那就这样 ，Let's go。我们现在要开的是那个我们昨天转的摩登。水果鸟公仔，我们总共转了13颗，都在这边，多的
这个也是九月才出的，这个不用组装，只有简单的手跟脚而已，其实也还好，没有到很复杂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奇异果，这个吗？不用，等一下放在这里。这是奇异果，它还有附一张这个贴纸，像这样，可以让你贴在奇异果上，这样就很像真的的奇异果。可是我应该不会贴，很丑，像这样子。这个是什么啊？這麼香蕉啊。这是，我说这个是什么动物？不知道。水果鸟公仔，这个是香蕉。我们接下来要开的是这个，胖胖的，超可爱。这不用装哎，它的脚已经在哈密瓜上了。这是里面最重最重的公仔，哈密瓜长这样，它有跌倒了，长这样，超可爱的。哈密瓜拿起来很重，又跌倒了。我的年纪好大。很大很小，然后一样有附一个哈密瓜的贴纸，都长得不一样的贴纸。真的吗？对，颜色不一样。那我想要一只哈密瓜，可以吗？好可爱哦。对。好，我们再开下一个，这个。那个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不要，好，要开这个。那个，哇，那个贴纸超小的，那贴纸超小。先把它打开。第四个，这个是樱桃，贴纸超小。樱桃，最后一只，我们转超久的那一只，就是我，还有彼得爸，还有寇迪一起转的，我们一起转到的，最后一只，只有转到一只，所以这个绝对不能。可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水果？橘子吗？可它有这样，是长这样的，很可爱哦，非常可爱。然后这是最后一个的贴纸啊，每一个的贴纸都长得不一样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有转的扭蛋在这边，水果鸟公仔。那我们有跟彼得爸、苏珊妈一起去转他们转的扭蛋哦，要记得去他们那边看。好，老爸的影片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老爸的影片，你要订阅分享按赞，就记得影片也要订阅哦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The sun,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